嗨，下午好，各位好，欢迎收看《表弟好主意》啊，谢谢准时收看啊。来，我们准备要开始了，来。Hello，Hello，hello， 你们好，你们好。来，表弟正式开始来。Hello，表哥表姐，下午好，我好。是表弟，来看看一下我们今天煮什么。OK，我们今天就找嘛啊，我们的梅酱鸡。梅酱鸡啊，这是用双梅酱做的呀、啊。对，用双梅酱做的啊，这个呢。OK，我们会做梅酱鸡啊。对，啊，当然第二道菜就是我们说耳光炒饭。耳光炒饭。赏你一个耳光啊、哦！这里是一个明霞。OK，这个是一个中国的连续剧的，最近很红啊。对，火红的，就是我们要跟一些潮流啊。耳光炒饭啊，很流行的一道。相信很多人没有，很多人不知道啊，耳光炒饭是什么、啊对对对对。好，来。那么第三个我们要做的是一个素菜啊。来，素菜。素菜就是我们是这个苦瓜，苦瓜。OK，苦瓜配那个豆腐块啊。对对对。OK。啊，这个我们来炒豆豉。豆豉啊，豆豉，豆豉、啊、，OK。所以你第一道要做什么先？啊，第一道要做的是，当然我们的这个炒饭是最后炒，不过我们现在因为虾啊，我们要穿烫的，要穿烫它熟。OK， 来我们穿烫那个虾先呢、啊。先熟，那头拿出来，这虾就很新鲜了，你咕嘟的虾很新鲜。OK， 来我们是现在做这耳光炒饭啊，先穿烫下虾、啊。耳光炒饭是最后做。你知道为什么叫耳光炒饭吗？我不懂，哪一个耳光？啊啊！因为中国人有流传一句话啊，打这耳光也不肯放，打这耳光也不肯放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很好吃，很好吃的意思，就是被打都不要放开了，叫耳光炒饭啊。OK， 耳光炒饭啊，其实在之前呢、啊，2016年呢、啊、就有做这种类似这样的炒饭的了，叫耳光炒饭，是阿嬷煮下来的，叫耳光炒饭啊。只是最近有一套中国的连续剧叫做啊。什么你我喜欢你的啊，中国他的那个连续剧是关于那煮饭的啊，他就做这个耳光炒饭啊，那就是红片了啊，就红片了，在红了，在红了，已经红了啊，之前已经红了，现在又在红啊。对，我们就穿烫它了、哦、来穿烫啊，就是说这个炒饭超好吃啊，就算给人家砍啊都不肯放的炒饭，对，叫耳光炒饭。砍你一把，你不肯我吃，我砍你一把。就算砍你一把，你还是要吃啊。对，来，我们放一个蛋。因为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腌，啊、先腌这个鸡肉哦。OK， 我们腌鸡肉先啊。鸡肉就是我们一般上都是这样来腌的，啊，一茶匙的糖，一茶匙的糖，少许的盐和一个蛋。对 ，OK。我们这边粮食这样的。你们可以去看那个中国连续剧啊，不错，看一下啊。一茶匙的，来一茶匙的鸡精粉，一茶匙的，给麻油一点，来放一点麻油，好，料酒，就是照样的，就这样的，来料酒，半个汤匙，一汤匙的料酒，一个汤匙的料酒啊，可以啊，是吗？半茶匙的盐。半茶匙的盐啊，嗯 ，OK， 这个我们是腌制这个鸡啊 ，OK， 这个杀了，我们不要杀太过老啊，杀了差不多它熟了就可以了。来，我们先穿烫虾先啊，所以我们穿烫了，然后就放一边先，因为等下炒饭那耳光炒饭我们是后尾来炒啊，嗯 ，OK， 穿烫了熟了，因为是熟了的，嗯，好。
这你可以洗一洗啊，过人才用紧的，这洗啊。哎，你没有把壳去掉？等要拔啊，等下你妈妈会拔的。啊，等一下我妈妈会把那个壳去掉啊。OK。来，下午好，下午好，来，请把我们的视频给分享出去啊！啊，谢谢你们帮我分享哦。啊，来，这个我们要做的就是腌制啊。来，我们腌这个鸡。一个料酒桶 ，OK。一般上我们就是要给它手洗一下。来，洗一下手来。嗯，我们腌鸡就是一般上都这样来腌。下午好啊，下午好，愿你们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啊。对。把鸡块放进去。嗯。鸡多少个？对，这里半只多的鸡，那天几个？半只多一点，它的多一点不能算了。这里有一公斤，一公斤，差不多一公斤二的。一公斤二，1.2 kg 啦。对对，我们一斤。哎，表弟今天心情好啊，表弟心情一定要好啊。哈哈，心情不好，人家煮菜煮得很乱七八糟，对不对？啊，没有人要吃你的菜啊。哈哈哈。我心情好不好，大家看得到。其实我每天都心情好了。来。哎，来，我们这个腌了，然后我们要放一个叫蛋黄粉啊 ，custard powder， 跟它有那个，虽然它叫蛋黄粉啊，但是它没有蛋的成分啊，没有蛋，主要是来自英国的，一个发明这个菜料，这个调味的啊，他的太太对蛋有敏感啊，这是伟大的老公啊，哎，多少？妈咪拿起钢棒啊，咩攞佢？你这个蛋黄粉多少？一汤匙，一个汤匙的蛋黄粉啊，放进去搅拌啊。蛋黄粉主要目的是上色啊，就是带一点黄，又香也酥香啊，也酥香啊，酥香，酥香。搅拌来腌制。OK， 我们放，你可以放就放一个小时啊。我们放一个汤匙的木薯粉啊，主要是让它更贴着啊。我们放一个半嘛。OK， 一个汤匙半的木薯粉。你的鸡肉要干身啊，鸡肉要干身。人家鸡肉要干炸，对，要鸡肉要拿去炸了。Thank you, like and share， 谢谢你们的分享，感恩。好，下午好，下午好。来，请留守我们直播啊！后尾有一个耳光炒饭，耳光炒饭啊，这个是网路炒上来的一个耳光炒饭啊，还是一个中国连续剧带红啊。嗯。来，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一个炒菜就是我们先做炒那个素菜先。来，我们先做素菜啊。这个素菜煮到年初九，不是年初九，九月初九，九月九，九月初九。请问表弟，虾烫过的水拔才拔，是不是肉会不会收缩啊？你刻不要拔，你刻拔了完整个虾就杀了的，不同了。不一样啦，所以你要跟那个壳，那个壳放在一起炸。对。来，你滚。请问蛋黄粉哪里买？蛋黄粉你可以去那个烘焙店有卖啊。对。OK。Hello, see you all tonight, midnight dinner. Yeah, 晚上留守我们的深夜厨房啊。对，深夜厨房要留下来啊。这个等一下我们才做了啊，这个等一下我们。炒饭的配料啊，炒饭配料，可以看一下蛋黄粉的 brand 吗？来，鸟牌，我家鸟牌啊 ，Bird Brand。哎，OK， 它的牌子叫 Bird 啊，它就是叫鸟牌啊，它写 Original Custard Powder。OK， 一般的烘焙店都有卖啊，这个 Custard Powder 啊。3、2、1。OK， 它是叫蛋黄粉，但是呢，它没有蛋的成分啊，真的是没有蛋的。OK， 这是伟大的发明啊，尤其是对蛋有敏感的朋友啊，可以尝试一下。来，下午好，下午好。Hello, like and share, thank you, like and share， 谢谢你们。所以我们现在进入素食菜啊。哎，东部粉那边怎么？你看我妈妈几快手。他已经把那个虾壳分开了，虾肉还有那个壳分开了，那壳是不要的、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包鸡啊。OK， 豆豉啊。嗯。豆豉我们要来炒那个。表弟这样快就想到新年了。就是有点感觉。哎，新年你可以叫肉干吗？我就想到肉干了，因为我们平时是排排。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可以的哦。你就是什么都可以。
为什么要逃避？为什么要逃避？其实表弟什么都可以了，来，我相信你，你下次做肉干啊。来，这个是豆豉啊。啊，豆豉差不多是，我们看看的分量。OK， 大概是这个分量是多少？这个是他们一汤匙了吗？一个汤匙的分量啊，我们的豆豉取出来啊。豆豉。请问 Custer Powder 有什么用处？来，表弟。OK， 第一个它炸的是会你的东西那个颜色更黄啊，颜色比较美。OK。啊，第二个它会香脆，它会更加脆。好、啊。OK。其实如果要更实在的话，你做两样款，一个有放 Custer Powder， 一个是没有放的、啊。然后你自己评估到底有没有分别啊？嗯，这它的颜色会比较容易上啊，就会看到金黄的颜色啊。OK， 现在我们煮这个什么菜先？来，我们是煮苦瓜配那个豆腐煲啊，煲煲脆啊，这苦瓜也要脆脆啊。来下油啊。那一般上我们因为吃素是比较吃轻一点的、哦、嗯，所以我们苦瓜，其实苦瓜要很容易做哦，就这个是拿去煎一下。哦，我们现在煎苦瓜。可以。来，这个是姜丝啊，不是姜碎啊。OK， 拿去拉油是比较。因为这个是素食，我们没有放蒜米啊。OK， 来，这道是素食菜啊。我们把姜来，我们切碎啊。OK， 煎，我们煎一下苦瓜。切块啊 ！Hello, good evening, 表弟 and family, thank you. 这个差不多油，差不多热了。好，炸鸡肉油啊，热啊。OK， 他隔壁的是炸鸡的油啊，嗯，他准备要炸了，对吗？对，还是拉油？拉油。OK， 我们的鸡肉啊，是炸，肉干我想学，哎。超棒哦，我可以叫维拉和我表弟教啊，表弟不教，我们叫维拉教啊。OK， 有时我们腌鸡啊，看那鸡是比较有没有融掉，所以变成你看啊，要干身鸡，鸡不够干身的时候，它有冰块还没有融出来，所以我发觉到了啊，我再放木薯粉，我们再放半汤匙。你如果你是血肠的那种鸡啊，水分就比较多一点了，你就那个木薯粉放多一点啦。好，来，我们就是来，他讲这个叫拉油，我看是炸油，炸还是拉油？炸。OK， 来炸啊！啊，这个油小心啊，那油很多啊，要喷到我就可以了。要满上来的时候，你不能马上下去哦。什么东西满上来？油要满了。啊，油要满了，不要放太多啊，磨磨啊。啊，要注意一下了。如果不吃苦瓜，可以什么代替？不吃苦瓜，不要煮这道菜。不吃苦瓜不能煮这道啊，因为这个主角是苦瓜。嗯，对。小嫂剪短头发，看起来很年轻啊，谢谢你的赞美啊。来，我们就是炸鸡和素菜一起煮啊。所以我们煎啊，就是因为我们本来要去拉油的。OK。拉油的时候，哎呀，不好，每次拉油对，我们来这段。你看啊，有放咖色包的啊，黄色比较黄黄的，有没有看到吗 ？May I know is bitter gourd？ 呀，对，这个是苦瓜的，苦瓜叫 bitter melon 是。请问表弟，苦瓜不苦，要怎么样处理才不苦啊？拿盐来。用盐来拉一拉，就是蒸水一下那样。拿盐是盐腌它，跟水来腌一腌它。其实苦瓜。然后煮的时候放一点糖下去。苦瓜是要带点苦啦，不要太过苦啦。这个我就没有拿盐腌啊，我就没有拿盐腌，我们是可以吃苦的。你炒的时候你放点糖下去。OK， 我们差不多煎了差不多时，我们放吗？火星。OK， 来我们豆豉啊，豆豉放入进去啊。豆豉。就是一个干汁的豆豉放进去啊。啊，有点像苍蝇啊，这个叫鱼身。那么这个豆腐包我已经穿烫了啊。来，豆腐包切片啊，穿烫过了，切丝啊，粗的丝啊。你切片也放进去了。你开二的话，就是在用那个豆腐包的那个什么了，对啊，鱼身啊。因为豆腐包是多少根？豆腐包这里有十个豆腐包开二啊。来，也注意一下我们的鸡啊。
看来啊、表弟今天也要煮 express 晚餐啊、嗯、很多今天煮了分量蛮多一下啊，既然没有吃饭的可以过来我家吃饭一下，来没有吃饭的来过来我家吃啊，时间只有啊，你不能过来啊，不能跨州啊那个炸鸡炸得很美啊，啊全靠那个，来我们加一点水啊，全靠那个什么加点焖一下，苦瓜要焖老一点蛋黄粉啊，我两日看不到直播啊，还有深夜厨房啊，为什么看不到呢？来我们的烘焙室看到了，直接来我们的烘焙 OK 来，好再放多一点点水上去啊，来继续加水啊 OK 焖一焖，来你没有放冬菇粉吗？还没放，还没调味，还没调味啊、嗯、来准备调味啊，对我们要放，对啊叫我们比这高啊，比这高 OK 你怕苦的话你放两茶匙的糖下去 OK 你怕苦放两茶匙的糖啊、嗯，哈哈，苦瓜不苦，那叫苦瓜。苦瓜可以弄到它不苦了。哎，也有人叫它甜瓜、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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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还有顶瓜瓜。为什么叫凉瓜呢？因为很凉了。啊，比较凉，吃苦瓜会凉吗？好像我们过年的时候不能吃苦瓜，为什么呢？新年不能苦啊。我们这一年已经苦了整年了，还要再苦咩啊？是不是？好，我们就放一茶匙的，来蘑菇粉一茶匙，蘑菇粉。Mushroom powder. Wow, the chicken look very nice, huh? Yes. 我要试一下，因为那个保体是咸的，带咸的。保体是带咸的，我们试一下味道啊。来，来 and share, thank you. 谢谢你的分享。老北试一下味道，来，可以过关吗？嗯，可以哦。来。Ready? Can go your home for dinner tonight? 啊，看看看 ，Pay 1000 first 啊，不可以过界自己煮啊。要打赢哦，出去吧。来，我们再放一点点水下去，再焖锅一下。来，放一点水，来继续焖啊。那个铲弄了鸡肉炒的菜还没有素食了，没有素了。没有啊，我这铲没有炒在这里啊。啊，还是用这个啦，这个对这个 ，OK， 那个对那个啊。啊，没关系，因为我们都不是素食者啊。啊，你们是素食，你们家里一定是。对，我们就是叫主素啊。是叫啊，叫你们大家要相信啊。好，我们准备一个马铃薯粉，锋线啊，就是锋线粉啊。胡椒粉，来撒胡椒粉。好 ，OK， 如果你要这个，你可以放。如果说哎颜色不美的话，我们可以放黑酱油呢。对，放一个黑酱油下去。吃苦瓜很好啊，清热解毒啊。啊好像我们要有点啊，我们来半汤匙的。对。老抽，因为这个苦瓜啊，苦瓜可以焖到满艳朗就越好吃。好，放慢火。如果你说哎颜色不够的话，我们可以加多一点点，然后给它比较颜色深一点。来，继续来。嗯，总共是三分之二汤匙的老抽。你会了哦？我没有乱熬。来，马铃薯粉勾薄馅啊。表弟一家人煮什么我就煮什么啊，因为我是家里的黄脸婆啊，住得天堂。进的厨房啊，那个天堂写错了，不是那个上天堂的天堂，你不能写天堂哎、欸。来继续来勾薄馅，要吃苦瓜就不要怕苦啊，它不苦，它不是苦，它是干的。因为有人叫甜瓜的，我没有记错啊，有人叫过、啊、叫甜瓜。什么？如果苦瓜吃起来是甜的话。放糖了，我们要去看医生的，我舌头有问题啊。苦瓜焖豆豉是我最爱的、啊，今天没班机啊，要不然我会回去给他吃。苦瓜加咸菜一起煮啊，会比较不咸啊。因为你 before 哦，你去那个苦瓜，你就放一点盐来腌制一下、啊，要煮之前啊，然后放点糖，煮菜的时候糖放多一点，它就会苦啊。这样炒啊。很香，很那个，很够味啊！好啊，我到年底就不吃苦瓜了。对，我们要苦尽甘来。所以不叫苦瓜，叫凉瓜嘛，对不对？当然，我们这个鸡可以炸两次啊。如果你要脆一点的话，就炸两次。你炸了差不多是。哎，你可以选择炸两次啊，更脆啊。更脆啊！哎，下午好，来，谢谢你啊。这道菜如果放黄瓜，应该也是好吃啊。你可以试一下啊。啊，不吃苦瓜放黄瓜哦，哎，也是瓜，大家都是顶瓜瓜。
你早上炸两次吗？嗯，炸。OK， 那表弟早上炸两次啊，把那个渣取出来啊，那个渣就是炸出来的那个木薯粉来的。一定要取出来。OK。然后第二次炸不要炸太久啊，一热锅我们就放进去啊。苦瓜又叫金子瓜，因为苦瓜的苦不会影响红煮的料理啊。哎，我第一次听到叫金子瓜，苦瓜只苦自己啊。So yummy， 苦瓜可以吃两碗饭啊。OK， 我们来调味啊。来调味，来调味，调味记得啊，我们调味记得调味啊，要注意啊。所以调味就要。Okay. 请守护啊，我们有耳光炒饭啊，最重要的那一对老伯卡了两把的炒饭。OK， 这个OK， 来，这个是水双面啊，什么条都可以拿。OK， 水双面要给大家看那牌子吗？ OK， 什么牌子都可以了，我们是用这个牌子啊，你任何牌子都可以啊，水双面啊。那水双面我们只是他们叫鲜水梅OK， 水双面我们就是 okay, 取出它的碗，我不要。OK， 取出来的碗就可以了。然后面弄面啊。弄面条，尽量弄面条。好。苦瓜到了过年叫凉瓜，叫甜瓜。OK， 这里热油了，我们再放下去炸一炸就可以了。来，热油再炸第二次啊。我的汗啊蒙到我的眼睛啊。其实这鸡啊要真的要腌了超过一个小时哦。嗯，一个小时的时候你的鸡才你可以的话你就腌制一个小时啊，你的鸡你才过味。对，因为我们只是稍微一下子腌了就这个苦瓜。今天尽量的话鸡肉不要太长得太大块。嗯，好，鸡肉不要太大块，鸡肉不要长得太大块啊。大块的话反正我们没有时间去腌，不没有时间等吗？所以鸡肉不要太大块，因为鸡肉太大块的话你的味道腌不上啊，腌不进去那个味道。过了冬至不能吃苦瓜了，元宵节才过来，真的是有路子啊。有人是这样搬档了就没有了，我是没有知道。里脊粉是什么粉？叫鸡粉。什么鸡粉？叫精粉。我们是鸡精粉啊。OK， 海天牌的鸡粉，是不是你要这个鸡粉？好，我要看这里来。米奇今天的声音好响亮啊。放三个汤匙，来冰梅酱，我们放三个汤匙啊，就是你们普通的梅酱就可以了。酸梅酱也是可以放啊，水酸梅放久了还可以用吗？可以啊，你可以啊，不要你拿的时候不要弄到水哦，尽量保持你那个啊，不要弄到水啊。谢谢分享，三个汤匙、啊，总共三个汤匙的冰梅酱，就是你们的普通用的酸梅酱啊 ，OK。然后这个水酸梅一粒啊，对，好，糖一汤匙啊，好，一个汤匙的糖，哇，差不多100ml 的水，来100ml 的水来，他很厉害的，他这样子就知道100ml， 大概或者也许是啊，炸鸡的腌料可以分享吗？腌料它就是很简单啊，它是有料酒，有放姜精吗你？没有，盐，啊放盐。然后放鸡精粉啊，放糖放鸡精粉，放糖放鸡精粉就可以了，放麻油啊，放鸡蛋胡椒粉啊，还有木薯粉啊，还有蛋黄粉，没有话你就还有一个蛋黄粉，你可以看重播啊。OK， 我们这个就是给它一个，等一下我要试一下，因为试一下看够不够那个味道。原来赏这耳光啊都不放弃的叫耳光炒饭，对，耳光炒饭啊是上海人讲的。我们要放就算中散啊都不要放开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个食物是好吃啊，就是我们要放一汤匙的酱青啊。表弟请问炸的食物啊放在冰箱啊明天还炸还会不会更脆啊？会，你要这是第一个，你不要炸锅笼咯。 OK， 你炸锅笼的话你冰箱你要推冰了再炸，它会脆的，只是它会黑哦。会黑因为你炸两次啊。对你看啊，我们是一个厨师，对，我们我去到炸饭店，一看炸饭店，我一烧下去，隔夜菜我一看就知道了，隔夜炸鸡炸鱼我一看就知道，为什么？那颜色不同，不 flex。你的眼睛有 scanner。我们是本身就懂的嘛，这种一定要啊，这个是一个，你连这基本的都你都抓不到，这个是隔夜菜的话，那个你就是有问题了的。
来，表弟，你会做砂锅鱿鱼丝吗？砂锅鱿鱼丝。我可以拿来，你有拍一个照片给我。来，拍照给他。酸梅酱很难找到哦。苦瓜不可以拜祖先啊，拜了后啊，后代会苦啊。哇，这个都可以讲出来啊！我再试一下啊。Miki， 你今天的笑声很疗愈啊，不管说什么都好笑啊，谢谢你啊。你今天 Miki 吃饭的精神好啊。OK， 我再给拜六啊，放多半汤匙的糖。来，继续再加一点半汤匙的糖啊。有时我们的酸梅，刚才一个汤匙就总共一个汤匙半啊。我们的酸梅酱不同吗？好，刚才那个刚那个酸梅水，酸梅就蛮酸，蛮那个。OK， 来。对，来，叉烧头就八千了呢，更是有那个酸梅酱来给大家看呢。我们是用哈爹的牌子啊。OK， 我们是用这个叫冰梅酱，你可以用酸梅酱啊。3, 2, 1 screenshot， thank you， thanks。来油，热油啊，来先过油先啊。嗯。我们倒的酱下去，来把我们的酱下去，来炒一炒，完全没有爆浆任何东西的、啊，没有什么东西。米奇，你是否知道炒饭有另一种含义？知道，台湾版的炒饭对吗？我们炒到它的金汤匙这么可爱啊 ！Sorry 啊，金汤匙啊，这个月尾啊，如果延迟的话，可能是下个月多啊才会有啊。我们炒那个酱哦，变成起胶啊，有点肥皂啊，有点粘性的时候，可以。一次搅拌啊！哦，不顶啊，我的眼睛，那个汗水啊，一直滴入进我的眼珠啊，酸酸的味道。来，准备那个鸡要放入进去了，它们浓稠了咯。OK， 浓稠的话。来倒入鸡，来滚一滚啊！这是福建人的菜啊，鱿鱼丝砂锅，福建菜，怎么不懂的 ？Just wake up from after snack， 啊，午睡时间也不忘看我们直播啊。谢谢。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哇，那个没酱的味道的上来的话，哎，这个要炒到，你要炒到起胶啊，糖也起胶了。那么再下去抛，让它梅酱的味道出来，就不同了。来，八千人了，谢谢你们的守候啊！我们进入最后一道啊，最后一道一定要写哦。电视剧的，被中国一个电视剧叫，哇，这个什么名啊？我，这个我想你了，还是我爱你了？忘记了，我喜欢你，对，还是我，中国的一个连续剧啊，我。喜欢你了，我有一个逗号啊，然后喜欢你，我喜欢你。那现在我们就要炸的是午餐肉，来午餐肉啊，不，这个没有，不是自己做的，就是买的啦啊。哎，午餐肉不是自己做啊，是外面买的，自己做了吃完了啦。嗯，所以我们耳光炒饭必须要配料了，就是一个午餐肉、虾仁，还有蛋黄，还有虾头啊，还有一个是温泉蛋，但是温泉蛋没有胶啊，今天没有温泉蛋啊。如果你们会做温泉蛋，你就加一个温泉蛋下去啊。没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做法啦，是很多很多的做法啦，很多很多做法。那么我们鸡蛋对不对？那鸡蛋我们哪来的时候？三个蛋对吗？对，我们蛋你这里有蘸料。OK， 来一大碗的那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料啊，什么你不是叫耳？你看这个料，你一看下去就不知道了。来，什么叫耳光炒饭啊？你看这个料啊，你就知道就好吃了。你看这所有料 ，OK， 这个明霞虾仁啊，中虾的、啊 okay、就够了。那当然，如果你有加工，青豆你可以换杂，我能说杂豆啊，杂豆你还炒一个黄色，对，黄黄。但是你有加工换加工，我没有加工啊。对 ，OK， 这个是咸蛋黄，这里两粒咸蛋黄，两粒的咸蛋黄。对 ，OK， 虾头啊，对 ，OK， 它爆香啊。半这个是虾，差不多半斤啊，半斤肉，半公斤啊。那葱花对，那么饭你如果你说要各叶饭是最好的，但是你要知道吗？你放拿一碗米一碗水，这个饭刚刚，这个饭是在一个小时才包的，
好，我拿出来是烧烧的，那么你要讲给它变成隔夜饭呢？你放在风扇吹，打开了再风扇吹，就等于好像隔夜饭那样。对对 对, 对，我喜欢你，我觉得很好看啊，谢谢。这个他是讲那个辣刀鸡啦，他不是真的喜欢你啊。那套鸡叫我喜欢你，那套鸡叫我喜欢你。来，先炸那个午餐肉，午餐肉什么都没有啊，就是锅送这样子炸就是有了。其实来煎的啦，我们就来炸了，因为时间是刚刚。时间的问题啊，刚刚我油在这里吧。温泉蛋是那种黑黑那种吗？黑黑那种啊，你知道那个温泉蛋是怎样吗？就是你一切出来的话，那蛋黄质会流出来那种啊，叫温泉蛋那种的。日本餐吃的温泉蛋不是黑黑的。日本餐吃的温泉蛋 外面卤了吗？有粉丝问表弟啊，买回来的虾啊，是收在冰箱还是用表弟的洗的方洗虾的方式啊？才洗的还放收冰箱？你新鲜的虾，你看你做法是怎样？你新鲜的虾啦、啊，是不鼓励你这样子啊？没有，你新鲜的虾也是可以这样做了。其实新鲜的虾只是放点盐啊，放点薯粉啊，捞捞虾，它就你要炒的时候就很爽爽。好，表弟虾是热的吗？虾是热底啊，虾是已经是烫熟了啦，刚才那个虾肉啊，我们是虾仁已经熟过了。今天也是准备煮炒饭啦、我们现在煮耳光炒饭是跟一般的不一样啊。OK， 现在我们两粒鸡蛋，这两粒鸡蛋，这两粒鸡蛋，对，你要打，要靠买那个放那边的对吗？对对对，来，本来要用手一下，你用手啦，没问题啦。等一下我们，等一下你吃就好啊。一粒蛋黄，一粒蛋黄，两粒蛋黄。我们拿蛋黄 ，OK， 拿蛋，先去拿蛋黄。OK， 来。取出两个蛋黄啊，他要搅拌这个饭啊。我觉得你的三粒蛋黄啊，饭太多了。请问咸蛋有煮过吗？啊，咸蛋的蛋黄有煮过吗？蛋黄，咸蛋蛋黄是蒸熟了已经蒸熟了。蒸熟了，蒸熟。你其弄到表弟脸红红啊，所以他表错情啊，所以要告诉他一下。有时人吃对吗？我们是多。我是多情的人啊，所以表情是正常的。不要自以为是。没有，我是多情多情的人。Century egg 啊，哇！我们没有放 Century egg 啊。那个是皮蛋啊。皮蛋的嘞。所以表错情啊，所以要跟他讲一下。我们是也这个。也是 OK， 表弟，我们喜欢你。我都喜欢你。你能不喜欢我，就不会留守，对不对？谢谢你啊，蛮多人，蛮多人是不喜欢你的，至少还有几千个人留守了啊，还有几千个人，我们看正面的些，我看到那些留守了。来，表弟，请问香油和普通油有什么分别？香油是自己用葱头啊，蒜米啊，爆香啊，青葱啊，爆香的油啊，爆香的香油对。味道香气不一样啊，你用香油的话，请问要怎样做？谢谢。有之前有叫过了，好，来 ，OK。为什么只要放蛋黄？因为这个是，在中国啊很出名的耳光炒饭啊，就是说那个被砍都不熟啊、都不要放熟了。OK， 现在我要做的东西是才叫耳光炒饭啊。啊，这个虾头啊，虾头拿去煎，来爆香啊。谢谢表弟父子啊！自从你教我们怎么做 ham 啊，我现在教会你用了，现在不用吃罐头食品了。来，虾头，这里有多个？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虾头啊！来，十波大头，哈！来，先爆香先啊，放一点少许的油啊。啊，我们喜欢看你的直播啊，对我喜欢你啊，那套神剧啊！来看这里，来来。这鸡蛋黄那些，两粒鸡蛋黄。OK， 两个鸡蛋黄，我们用手套来捞一捞啊。表弟，我们都喜欢你啊，谢谢你的喜欢啊。尽量均匀一点啊，我觉得要三粒蛋黄。对啊，下面可以讲了，有谁准备的？对啊，我们三粒。哎，妈咪啊，来，我跟他讲过要三粒蛋黄，因为放太多了。我多少的盘饼哦？要四粒啊你？三粒够了。我喜欢表弟，看表弟的直播，谢谢你。我也喜欢表弟和 Miki， 哇，谢谢你啊！好彩你们有讲到他，不然的话他晚上睡不着觉。我要打工了。米奇，午餐肉丁炒包菜很好吃啊，喂，也不错啊。来，我们的就是爆香那个虾壳啊，我们叫那个油啊，里面有放油。有慢慢煎，慢慢煎啊！
煎那个油那个那个。来，先给大家网路很红的一道菜啊，鹅光炒饭啊。嗯。2016已经是红了了，这个菜只不过是中国的最近一道戏叫做《我喜欢你》啊，它是关于到厨房的，是做这个鹅光炒饭啊。谢谢你让我妈妈解忧啊，不用天天烦着煮什么菜啊，爱你表弟啊，谢谢你的爱啊，这是谢谢。折一个虾头啊，谢谢。其实我们已经做了600多道菜了啊，600多道菜不重复了。好，所以说你不用担心，不知道明天煮什么，去我们的 Instagram 或者什么，我多去按一下。来、啊、买午餐肉啊，颜色很美啊。自己做的不美啊，肯定啦、啊，自己做一定会有差一点啦、啊。加工了，如果一定是美的啦、啊。自己做了会美的话，就好像 你可以盖工厂的。好像 organic 的萝卜啊，和打药水的萝卜啊不一样的啦，打药水的萝卜比较壮大一点的。这个为什么要煎这个虾头啊？虾头煎出来有虾头的味，对，它的那个味道很香啊。表弟父子一点不自私啊，肯教人厨艺啊，谢谢你啊。What you call in Cantonese or English? Slap? High right? 我们都喜欢表弟啊，留守到底啊，谢谢你，我喜欢你。Okay.顾顺兰的耳光炒饭，哇，有看啊，我是没有看啊。Miji, you are back too 啊 ，Thank you。OK， 我们需要的是这个虾。OK， 虾这个不要了的，这个丢掉啊。这个我们虾不要丢掉，我们是要留这个啊，放一点油就好了。OK， 这个鸡蛋呢，鸡蛋白呢，我们鸡蛋白也是要的，要来煎 啊。鸡蛋白当然就炒了。表弟主持啊，让我对食物不厌倦啊，谢谢你，我也喜欢看你们两个父子的直播，谢谢。今天的是黄金炒饭吗？不是，叫耳光炒饭。来，我们把两粒的蛋黄，咸蛋黄放入进去，来，咸蛋黄来，用手敲啊，来。我就是用手的。以及你说十个虾头啊，我是看到11个啊，恭喜你，眼睛比我好。我4个眼睛不如你2个眼睛啊。而且你是现场的嘞。不是每个厨师都肯教，人人教啊。不是，谢谢，可能是你的Miki 啊。OK， 我们放点少许的盐。来，少许的盐，放在饭啊，放茶吃的盐。好，我们一茶吃的这个。一茶吃的鸡精粉。我喜欢表弟煮菜，也喜欢米奇的直播，谢谢你啊。Okay, 谢谢，我们现在爆了这些，我们把饭炒完下去。好。Me too. Like to watch father and son happy family and midnight dinner. Two.林本们的 Happy Family 8500了，对，谢谢你，谢谢。来，连虾壳也放下去，虾壳不可以啊，虾壳要丢了。我们就是熬那个虾壳的味道啊。我也没有看啊，不过就留守你的直播，一直到365天了，谢谢你。我们再放点麻油，来炒点麻油啊。炒饭很重要的，胡椒粉，点麻油一定要胡椒粉，胡椒粉一定要啊。我们要虾也开始慢慢放下去了。来，虾仁你放进去，虾也放下去，因为虾仁。不要太熟啊，不要给它太老啊。其实虾如果你要留个尾巴也好了，而且较少把尾巴扒掉了，没有关系，没关系的。如果尾巴的话，没有，我们要大口大口吞。什么叫耳光炒饭？就是好吃到啊，吞不了口啊，懂吗？你要虾仁就会停口啊。来，如果不喜欢你，我也不会跟你的 cooking show 差不多8个月了。来，我们把那个绿豆，还有那种萝卜切块啊放进去啊。蛋黄那么好吃，不能错过一点点啊！谢谢啊，好，谢谢分享，完美啊！这道菜是我的姐姐的女儿。哇，今天1228钟哦，够意思。对，我姐姐的女儿叫Miki， 不是我姐姐女儿。在吉利设施的其中一个老板娘，他叫我们煮啊，讲最近很红的，很红的。他叫那么我昨天晚上还他们兄妹啊，对，大妹跟 Miki 来叫啊，把你煮这道是你不煮啊就是过时了啊，我是过时的人啊。我每次炒饭都放进纸袋啊，然后把蛋黄倒入调均匀啊。炒饭要好吃，你要炒到干身啊！对，粒粒分明啊！这个饭呢，就是一杯米一杯水，它是黄金比例啊。那么如果你没有时间，就拿上来
拿开来放，放早一点，包裹打开来，给风扇吹吹，吹到它的包那个米就硬生，你看我们的饭是一粒一粒的。对，现在我有点担心啊，天热中呢。Thank you, 赖颖旭啊，谢谢你们呢。对，还是试一下，要试一下味道一下。杨，香气 OK 吗 ？OK。OK。来，准备上了。饭你要煎到香香哦，你要炒久一点 OK 了。好，放心，这个虾不会炒脱笼的。来，我们很美啊，很美味啊，对。我这个锅啊，用了6个多月，还是这么美。来，我再重复啊，这道叫耳光炒饭啊，网路很红的一个炒饭啊。为什么叫耳光炒饭？就是被挂耳光，就算被扒耳光啊，我也不肯放手的意思啊。就是说证明这个很好吃啊。你哪一个啊？米其林炒饭啊，对，这个叫米其林炒饭啊，米其林。放在锅里跳舞啊，就算成功了。Okay, okay. 谢谢你啊。Tomorrow, everyone must cook this fried rice because we are in trend. 对啊，我们很潮语啊，我们很硬啊。对，你今天你煮给你的子女吃，我相信他们知道这道菜了。这样，我今天煮鹅肝炒饭啊，回来吃饭啊。什么米？白米啊。这个是香米。我们是用香米啊。OK， 这个东西如果我们要 decoration 啊。Decoration 就是。两滴 decoration 就是把那个主要的材料啊放下面底部，然后放盖一个碗啊。两滴米奇要注意安全啊。对啊，我们现在是很少出街啊。我女儿讲啊，爸你要小心一点哦，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啊，你的365天直播你不能在医院做。你在医院做。Beautiful bright lights, thank you. If add butter, will the taste better?如果放那个牛油可以吗？可以，那个、可以啊。Up to you 啊 ，it's up to you 啊。但是一定要香。Because this fried rice 啊 is no rules 啊，没有一个规则的。OK， 那基本上我们不能离开这些。这你可以有你的想法做法。对。我们 just follow the 那个 TV show 啊 ，TV show is 那个连续剧啊。所以今天确诊1200宗啊，是有点手拼了都手震了。I want to cook this rice too. Yes.各位县长的妈妈爸爸们啊，如果你回去煮这道菜啊，哇，我跟你讲，你的孩子真的是另眼相看啊，我的妈妈都这样硬了、啊、我的爸爸都这样硬了、啊、会煮耳光炒饭啊，你爸爸妈妈会没有？明天很多耳光炒饭出现了。OK， 我们把这个妈妈还有吗？你有了谁吃啊？OK， 这样我们把这个饭拿上来，来葱花也等一下先，葱花等一下再来。我们现在摆盘啊，好赞啊，饭都在跳舞了。你不是 top 在他们的上面的吗？你留一点放上面，来搅拌一下。所以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炒饭啊？是很成功啊，是每一粒都分到明明啦，明米啦。我已经闻到香了，很饿了哈。大众还是喜欢吃炒饭啊，其实炒饭很好吃的，如果你炒得好呢，又是很省钱的炒饭啊。这套菜不省钱啊？对，因为有虾在里面啊，因为那个明虾都不便宜啊。猛汉啊，我们是用 okay, 最后的时候我们最后冲刺要做什么最后一个你不能加料啊，他做了那个温泉蛋是啊，你真的吗？你做文泉蛋，来，留手来做文泉蛋，什么连续剧啊？他是我喜欢你，你写这个字就可以了。我喜欢你，耳光炒饭啊！我现在在炒这个饭啊！哇，你播到准准啊，好快啊！这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啦。现在这个网络的世界啊，全部都是分享啊。我们的人呢、啊，人类为什么之所以进步那么快啊？就是大家都有分享啊！哇，你的虾这么满啊，我看到有点恐怖啊！你那所谓的美感啊，感觉到就不经营了。你看表弟，
午餐肉呢，表弟你的午餐肉等一下先，等一下先，哎，午餐肉要放到满满的。你看那个香，它这样子摆啊，我反而觉得很恐怖。刚进来金黄色是放什么？我们金黄色有金黄色吗？我这鸡蛋很小粒，我们这个叫耳光炒饭啊。这鸡蛋真的很小粒，摸摸大粒的蛋蛋哦。来，玩第一大粒的蛋。打两粒啊！对啊，一粒够了。午餐肉忘了放，后尾放啊，还没好啊。来，现在表弟要做温泉蛋啊，下次一定要做榴莲炒饭啊！哇，这个厉害啊！1288MKT， 哇，老诶！来，不要开玩笑啦，这个 case 我们真的要 serious 看待啊，因为我们呢太放松了啦，才会有这样的数据啊。而且中的都是在 office 里面工作的人啊。来，我要看他怎样做温泉蛋。你会做吗？啊，你加荷包蛋是？还是做荷包蛋啊？看样子。来，热，那平底锅热锅了啊。在搞什么东西？看他在搞什么？这个不是温泉蛋啊，还在煎蛋啊，看得起来。给啊，把那个鸡蛋和蛋黄啊，老弟家那样子啊。OK 啊，把那个蛋黄分开啊。我喜欢你，表弟。哇，这个够力啊！太热了。太热了啊！来，简单版的温泉蛋啊，快快快快快，要快了！这个也是温泉蛋啊，哇，你的 idea 很厉害啊，这样都想到啊，很漂亮的炒饭啊，我有看，我喜欢你啊，谢谢你啊！午餐肉加蛋啊，对，等下午餐肉要放进去啊，你看他的蛋，good idea 喂。表弟，你卖的锅就是228，对，228元啊，马币啊。OK， 这个就代表温泉蛋啊，都蛮快的。来放午餐肉来，午餐肉大概3块4块就好了，放。哦，放三片够了啦，太多了啦，不好看。两片够了。无三不成事，听过吗？无三不成事，无三不成理啦，无三不成事。OK， 无三不成理，来再放多一个来。一二三吗？我要，好好好，来过关来过关来。来，先给大家的耳光炒饭。耳光炒饭，哦啊、来，这两个就是耳朵吗？打下去耳光炒饭。来，耳光炒饭啊，再 repeat 啊，什么叫耳光炒饭啊？就是被刮包。扒了一个耳光啊，也不肯放下的意思啊，就是证明这东西好吃啊，好可爱的温泉蛋，来，来第一道来素食，好，给素食，给这个酱炒很好吃啊，给苦瓜配那个豆腐包来的，豆腐包很好吃的，来，然后，这个梅酱啊，梅酱鸡，这个真的啊，试试看哦，大家要学习梅酱鸡，你们可以试一下啊，好，哇，今天的主角虽然是一个炒饭，但是很惊讶的，好。我女儿跟我是讲，把你应该煮这个，不然的话你就 out dead 了哦。对，跟不上潮流，跟不上潮流。Yeah. 所以我今天学到耳光炒饭了。我的 agent 还打电话给我，哎，什么是耳光炒饭？你这么潮的，你这么潮的，我真的是感觉到蛮满足感的，可以在这里献给这样的一个可以炫耀一下对年轻人资讯或者一个做法。好，做法很多种，我认为这样做法是最简单。而且是最容易上手，而且最有效的。表弟很硬，你跟着我的这样做法就有效，因为饭也是一粒粒的啊。啊，你看看拍一下，饭是不是一粒粒的？粒粒分明。粒粒分明啊，这个是对啊。OK。好了，最后还是要感谢大家的分享、点赞。来，今天可以去到8600嘞。哎，来。不要了。点赞就今天8600哦，很不错啊！今天这个星期六都有这个人潮，人熟，谢谢大家感恩。那么我们晚上有深夜厨房，深夜厨房煮什么？当面。
烤三文鱼啊，今天教大家如何烤三文鱼，简单的烤三文鱼啊。OK， 让晚上我们深夜厨房11点见啦，谢谢大家，拜拜。